我们是用 Arduino 程式来控制整个系统。这是我们的 Arduino 开发环境。这是我们开发时所使用的 Arduino Uno 模组。这是我们在电路板上所看到的 Arduino 孔的 Mini 模组。我们利用电流感测元件、人体红外线自动感应开关、SSR 固态继电器来完成这整个系统。当系统真正到有使用者时，感应灯和待机灯将会亮起，而现在是处于导通的状况。现在我将家电开启，而系统就会自动感应到有负载。就算使用者离开一段时间后，它也不会因为感应不到人，所以把家电关闭。当我把负载关闭时，而系统会侦测到没有负载。当系统没有感应到使用者时，再过一段时间后，系统将会把交流电源以及系统电源关闭，进入睡眠模式，以达到最佳的省电效果。而像现在这样，已经进入睡眠模式。当系统真正超有使用者时，感应灯和待机灯将会亮起，而系统现在是保持导通的状态。